下着，你的出现就像开了一盏灯。你怎么还在研究啊？这都几点了？陆森他现在吃不下饭，我得找他一个熟悉的味道，说不定他就能吃进去了。爱的真并不代表就能遇见那个对的人。你的这个橘子还是青的，没熟吧？如果青的都是甜的的话，那这批橘子质量一定很好。嗯，不错。嗯，就它了，就它了。没尝过孤独的滋味。最爱